各位海内外的同学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地产学校人数位化现场或者教学。我们的课程除了考试考执照之外，主要包含千万经纪人的培训的课程，有各大公司的老板 broker 开拓公司都包括。 OK， 那现在就开始今天的课程。今天要讲的第七章，第七章当然第七章我们要讲所谓的 property management， 然后后半段后半段我们会介绍。后半段7.1 我们介绍所谓的 market value 跟 calculation， 因为后半段我们会介绍关于所谓的 appraisal， appraisal 去年开始也考蛮多的。然后7.2就介绍我们现行的制度lease 租约的一些法规然后7.3我们要介绍一下你做 property manager 不管你是自己的资产或帮别人管理一些 responsibility。7.4就正式介绍appraisal。appraisal 里面当然包括一个重点你要知道这个怎么样是一个价格价格的特性是要怎么样的定义。然后最后一部分就是 approach， 所谓 approach 就是 appraisal 的方法，我们会介绍几种 appraisal 的方法。